地球，浩瀚宇宙中唯一的蓝色星球。穿越云层，这个星球上最高的落脚点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这就是青藏高原。在这个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镶嵌着一颗蓝色的宝石，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错温布，意思是青色的海。青海湖上游是地球上最雄伟的山脉，亘古不化的冰川雪山是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也是亿万生灵的生命之源。在这个雪山环绕的净土世界，人们相信山川湖泊都是神灵的化身。青海湖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关乎生命与信仰的圣湖。人们环湖而居，世代繁衍。2015年7月28日，青海湖鸟岛上聚集了成百上千的藏民。虽然每年的时间并不固定，但对于青海湖的祭祀，几千年却从未间断。他们的祈福从来都不只是三丁兴旺、风调雨顺，更包含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众生平等的美好愿望。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生命都源自青海湖的馈赠。早春三月，是斑头雁回到青海湖的日子。经过长达6个多月的分别，这些在印度、西藏、云南等不同地方越冬的斑头雁，终于又重新聚到了一起。这个面积仅0.27平方公里的岛屿，聚集了近6000多只斑头雁。这里是青海湖最大的斑头雁栖息地，人们称它为半岛。李英华已经在淡岛等待他的老朋友斑头雁半年的时间了。每天有多少只斑头雁回来，他心里都有数。换上以后呢，我给你找个明天那找个下午了。那就看今天就喝喝的都有呗。底下那个箱子里。李英华是青海湖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已有30年了。他是青海湖保护区管理局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大家平时开玩笑地称他为淡岛鸟叔。鸟叔常年守护在淡岛，监测候鸟种群数量的变化，观察它们在交配、孵化、繁殖等不同时期的动物行为。不过在早期20多年间，这项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青海湖保护区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鸟类有200多种，只靠保护区寥寥的几个人力监测鸟类活动，显得捉襟见肘。当一些非常规意外发生时，往往也难以察觉，甚至束手无策。
然而，面临重重困难的监测工作，在短短十年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青海湖的鸟类监测工作显得先进而智能化，在一台电脑、一个 Pad 上，科研人员可以实时看到鸟类活动的画面。通过在候鸟身上安装 GPS 设备，可以追踪到它们的活动路径和迁徙路线。首先，我们把这个人员我先熟悉一下。这种改变源于一个团队的介入。严宝平，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长期以来致力于从事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工程及大型科学数据库等领域的工作。200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启动了院“十一五”规划的信息化项目。在这个背景下，严宝平提出了一个先进的概念 ,eSense。eSense 中文意思就是科研活动信息化，即通过网络进行计算和协同工作，实现采集、传输、处理、共享和管理服务。严宝平提出的 eSense 是基于网络、数据库和超级运算的科研信息化平台，将互联网与科研融合到一起，与时下流行的互联网加概念不谋而合。2005年1月 ，eSense 计划启动，其中一项应用名为“禽流感”的监测与预测系统。令中科院 eSense 团队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们开始搭建禽流感病毒数据库仅仅4个月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青海湖传来。青海湖出现了野生鸟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2005年5月2日，在一次例行的巡查中，李英华发现弹岛上的斑头雁发生了异常的情况。我们就发现有两三只斑头雁来，它在这打颤着发抖，开始羽毛也不光滑了，哎，它咋样样的，没精神了。我们就进去以后呢，它还不飞。当时我们抓住一只，看见没啥异象，就觉得它身上发抖，嘴上吐白沫。从这几只斑头雁开始，青海湖的死鸟不断增加。鸬鹚、羽鸥、棕头鸥等鸟类也相继发病。短短的时间内，6000多只鸟死亡。一个恐怖的消息不久后被证实，这些鸟类感染了 H5N1 亚型禽流感病毒。如果这些候鸟携带病毒迁徙到其他栖息地，后果将不堪设想。青海湖被全面封锁。青海湖突发禽流感让所有鸟类专家、疾病控制专家都感到焦头烂额。在担忧之余，严宝平隐隐感到这或许是以 SANS 亮相的最佳契机。禽流感爆发消息传出后，严宝平和中科院病毒所、动物所、微生物所等异性专家很快来到青海湖自然保护区。
对于这些不请自到的专家，保护区的人很疑惑。他们就一看我的名片，他们就笑了。哎，严老师说你是那个，第一个话就问我，你是搞计算机的人，你跟他们混到一起干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因为我们对科学院的系统还比较陌生的。我觉得这块挺多的，你看这个白的、白的都是属。作为一名资深的科技工作者，严宝平的追求不仅仅是技术领先，更是要将这些领先世界的技术应用到科学研究与生态的全面保护中。我们是想用这一套监测系统来监测到禽流感在鸟身上发生的情况，想记录下禽流感发生的整个这个过程。互联网的和技术，它绝对不是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方法，它已经应该是深入到我们的科研。虽然当时青海湖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是不太明白 IT 怎么和野生动物保护联系起来，但他们相信先进的技术一定可以改变保护区的现状。严宝平的拳拳之心与保护区工作人员对于生灵的珍爱之心，交汇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合作。仅仅几个月后，2005年12月，中科院信息办与青海省林业厅就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中科院下属四个研究所也分别与青海湖保护区管理局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他们中科院还有其他几家所，病毒所、武汉病毒所，还有咱们中科院的动物所，他们负责培训。我们这个协议框架里面也有培训的，他们一些方面要提供一些方便。中国第一个以 SENSE 联合科研基地在青海湖建立，给青海湖的动物研究、生态研究、疾病研究等不同领域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原先分散的科研所也先后走到了一起。科学家们利用 GPS 等技术也很快发现，这次斑头雁感染的禽流感不是自带的，而是来自家禽感染，斑头雁也是受害者。禽流感发生三个月后，科学家们在提取候鸟血液时发现了抗体。禽流感警报解除，保护区也因祸得福，有了更全面的保障。以 SENSE 平台建立后，监控系统不断完善，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从标清格式到高清格式，监控探头高峰期多达23个，覆盖了整个青海湖5个核心区域，监控范围达360公顷。这个野外台站我们将近从2005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吧，基本上连我们一块搞了10年。在他这个基础上，对我们青海湖整个我们青海湖的湿地治理啊，这些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科研信息化的支持，李英华坐在监控室里就可以洞悉弹道上的一切。一些之前并不确定的动物行为也有了准确的影像记录。斑头雁夫妻是终身制，一旦确立关系，双方便形影不离。一只成年斑头雁一年可产4到8枚卵，雌鸟负责孵化工作，雄鸟则负责警戒与觅食。孵化过程中，斑头雁妈妈能准确地辨识出未受精的卵，把未受精的卵拨出巢穴。
这些被抛弃的鸟蛋白花花的遍布在岛屿的各个角落，这或许正是蛋岛名字的由来。这样不间断的孵化要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进入四月下旬，蛋岛的斑头雁妈妈们就开始惊喜连连。一个毛茸茸的黄脑袋从鸟妈妈的肚皮下拱出来，出壳两个多小时后的雏鸟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活动了。斑头雁们苦心选择在这里做产房的重要原因就是孵化的沙地附近就是湿地，美味的蕨类嫩草叶成为小斑头雁下水前重要的能量补给。自从中科院与保护区合作后，每年双方都会组织联合调查组对青海湖周边资源进行综合监测。这是在北京的以 Science 监控室，研究动物的专家们如今可以足不出户就看到几千公里外动物的一举一动。通过这套系统，人们第一次拍摄到了青海湖鸟类交配、筑巢和孵化等影像。即便在远离监控室的野外巡查，严宝平他们也可以通过 iPad 等终端随时查询储存在北京的影像和数据。比如说2014年我们曾经去过什么地方，坐标都有的当时吧。那么那个地方我们观察到有多少动物什么的，那么今年再走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会把那个调出来，去年在哪数到了多少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青海湖团队的工作受到一些国际机构的关注，纷纷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为了了解青海湖候鸟停留、换羽、越冬的路线、地点以及迁徙的全过程，2008年8月，严宝平所在的中科院网络中心和动物所、微生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起开始了一次追逐翅膀的旅程。一路追随鸟类迁徙的途径分别跨越了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雅砻江、金沙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翻越了巴颜喀拉山、他念他翁山、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昆仑山，行程达4500公里。调查地点包括13个迁徙主要经停地、6个越冬地。候鸟迁徙的秘密开始慢慢揭开神秘的面纱。明确了斑头雁的迁徙停留的路线和分布，科学家们发现青海湖并不是禽流感的发源地。获得的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再加上与 USGS 合作获得的候鸟迁徙的 GPS 数据，结合候鸟的生理行为规律进行统计分析，中科院网络中心的罗泽等人经过11年的呕心沥血，用动态 CT 的方式合成展示了青海湖候鸟的整个迁徙路线和地点分布，甚至可以实时监控各种群的活动情况。监控系统可以有效地最大程度上降低野外巡查的工作量。2015年5月，新一批监控设备开始在青海湖周边安装。像蛋岛的斑头雁一样，大部分水鸟都群居在一起。在鸬鹚岛周边，
中科院和青海湖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打算重新更换新一批监控系统，帮助进一步了解鸬鹚的数量分布和生活习性。鸬鹚岛，一座名副其实的鸬鹚大厦。每年三月下旬，近千只鸬鹚逐渐聚集到这里，开始长达200多天的守护。这里既是他们的婚床，又是他们的产房，所以他们筑起巢来格外认真。这个艰巨的工作由雌雄鸬鹚共同承担，他们用枯草和树枝把巢搭在悬崖或碎石坡上。在鸬鹚岛生活这段时间里，他们会不断地修补装饰自己的爱巢。四月开始，雌雄鸬鹚开始轮流孵化，巢穴中开始陆续出现破壳的小鸬鹚。小鸬鹚刚出生不能觅食，只能等待父母喂食。鸬鹚是青海湖里的捕鱼高手，它们凭借弯钩一样的尖喙，总是能比其他水鸟更快地捕捉到水下的黄鱼。鸬鹚夫妻是出了名的不辞辛劳，幼鸟出生后的40多天里，鸬鹚夫妻要连续不断地去觅食。鸬鹚岛往西6公里就是注入青海湖最大的一条河流布哈河的入湖口。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河流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青海湖黄鱼又名罗鲤，看似弱小的黄鱼却是青海湖大部分候鸟的主要食物，维护着整个青海湖的生态平衡。斑头雁、鸬鹚、羽鸥、棕头鸥，青海湖四大鸟类族群中除斑头雁外，其他三种鸟都以黄鱼为生。每年可以让这些鸟类进行饱餐的时间只有5月到8月，这是黄鱼的洄游季。数以万计的水鸟都在此时聚集到河口。这是一场等待已久的盛宴，黄鱼们在鸟类的频繁进攻下毫无招架之力。但是这并非一场无情的猎杀，
青海湖养育了湖中无数的黄鱼，它们是水鸟食物的主要来源。而水鸟的鸟粪也滋润着湖水，成为黄鱼成长的养料。这种水与鸟共生共荣的情景，为青海湖营造出一幅壮阔的生态图景。在黄鱼洄游季的几个月中，青海湖周边栖息的水鸟们要吃掉近千吨黄鱼，但黄鱼凭借庞大种群数量和不屈不挠的洄游产卵，始终保持着种群数量。能够影响黄鱼种群数量的只有两个因素：人为偷鱼和青海湖水质恶化。环湖而居的都是藏民，他们把青海湖视为圣湖，对所有生灵也都抱着众生平等的态度。真正的藏民从不会捕捞青海湖的黄鱼，那么青海湖的水质就成了关乎着黄鱼生存、决定水与鸟生态链最关键的所在。春天来临的时候，中科院水生所的敖宏毅和同事来到青海湖。青海湖野外台站建立以后，每年枯水期和丰水期的时候，他们都会对青海湖的水质和水位做全面的调查。青海湖野外台站给他们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们在青海湖选一些不同的点分别取样，回去做数据分析。我们中科院水生所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水体理化指标、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基本情况。目前青海湖的水质状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青海湖水质情况良好，这对于水生生物和周边的湿地植被都是一个基本保障。黄鱼数量也正在增长，总量已达45000吨。这些弱小的生命是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基础，它们滋养了青海湖，也吸引着众多水鸟来到这里。如今，在中科院和青海湖保护区管理局的合作下，青海湖野外台站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各学科领域的交叉提供了更多便利，获取了更多更全面的科学数据。数据驱动科学发展的未来，一天两天的数据，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数据，它可能不重要，但是能做到50年、100年。到时候我们再拿50年的数据，我来推算一下后10年怎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比较准确了。就是说我们通过监测研究，都在挖掘青海湖这些我们自然资源的这些数据，把它变成一个财富。目前青海湖的鸟类数量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64种增长到现在的222种。这幅水与鸟共生的图景成为整个青海湖生态循环中最动人的一幕。和这种自然生态一样，将互联网、科研、动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 eSense， 在互相合作交流中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生态链。维持生态的和谐是发自每一个人内心质朴的愿望，而正是这样，青海湖才是真正的最美湖泊，真正的生命天堂。